以《原来是美男》中深情守护女主角的江心宇一角走红全亚洲的郑容和，一出道就演歌双栖的她，所属乐团 CN Blue 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。在综艺方面，她和少女时代团员徐贤搭档演出《我们结婚了》，搞笑中带着稚气的特质使她更有个人魅力。一直以来因为虎牙和个性有着稚气形象的她，在八月将播出的历史剧《三剑客》中饰演没落贵族出身的武士，为了配合武士的形象，日前与剧中演员一起为时尚杂志拍的一系列写真中，可以看出他便结实成熟了，可爱的形象一扫而空。写真以三剑客为主题，郑容和穿着黑色西装和盔甲，配上剑和头盔，在现代氛围中展现中世纪骑士的风格。电视剧预告中，他帅气舞剑说：“现在胡达香的时代即将来临，帅气的样子电晕粉丝。”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